Thank you.
生命电视，邀您一起传播佛法，慈悲愿行，让佛陀教法远播全球。护持话拨账号：1996-5232，1996-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防疫医师詹佩君。连假结束后，防疫勿松懈，自主健康管理14天，共同降低传播风险。连假期间，曾前往人潮拥挤的景点或场所，应自主健康管理14天。外出时，请全程佩戴医用口罩。在家时，请维持社交距离。若身体不适，请在家休息。若需就医，需佩戴口罩，请勿搭乘大众交通工具。经医师评估后进行采检，在确认结果前，请留在家中，不可外出。即使检验为阴性，仍需自主健康管理14天。若无出现任何症状，可正常生活，但请避免出入公共场所及延后洗牙等非急。